十字。嗨，小伙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卡片，看。昂，坡昂房，尖，西安尖，房尖。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汉字，房，坡昂房，坡昂房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房这个字，就像是一个人正往房子里面跑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房是指房子，房间。我有一个大房间。哇，汉字真神奇！接下来，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汉字吧。尖，西安尖，西安尖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这一次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真的小朋友，你看，尖这个字，就像是太阳爬上了一扇门中间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尖通常有中间的意思。房间，我有一个大房间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嘿，小伙伴，今天学习的两个汉字你都认识了吗？跟我来变。哇，一起大声读，让我听到哟。房间，再来一遍。房间。哇，汉字真的很神奇呀。小伙伴，志向还有好多好多更有趣的玩法，快去看看呀。志向阶梯想象十字卡。志向极速识字 APP。我，你就扫扫我，让我陪你一起长大吧。